开场，因为今天正好是年初三，新年到来，拜年了，新年到来如意绕，欢声笑语风中飘，万事顺利每一招。我们陈晨全明星祝大家新年行大运。你看上海是多么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啊，在广场上跳舞的不仅有我们这么艳丽的阿姨们，还有我们来自海外的友人们。今天呢过大年啊，所以呢我们要请大家啊来到我们这舞台上呢，都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吉祥，不管是表演还是祝福。那当然我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准备给大家。什么准备啊？来，看看你的是什么。我估计是今年一年的账单。发票到底是什么东西？都帮你脱。哎呦，我们哇也很正常的，你看这两个老外也哇，拿手的，知道这拿的是什么东西吗？红包啊，红包啊，你们都知道吧？大家都是朋友，到我们这边来，当然要给大家红包。但是呢，今天不能轻易给，表现好的才能给红包。对，所以先要给红包给我们的阿姨舞蹈队们。PK 了，看谁的表演我们阿姨们更喜欢，好不好？好，那我们的今年精彩大 PK 开始。今晚的陈晨全明星国际小春晚，由钱毅与东东分别率领各国嘉宾进行才艺表演抢红包。首先，东东队推出来自亚美尼亚的Xīngxīng，看看他的表演能否抢得一个好头彩呢？今天我准备表演一个魔术给你们看啊，我们先看我们这边有什么呀。瓶子，酒瓶对吧？好，不需要。薯条瓶。好，我们再看一下啊，等一下。两个瓶子，哎，等一下，都缺子弹进来，如果再拿出一个瓶就晕死了。薯条瓶啊，好 ，OK， 薯条瓶对吧？我们是不是这边有什么？应该还有一个酒瓶对吧？有吗？厉害，这个好厉害哦！你们觉得在这里吗？对，在不在这里面？阿姨，当中一个，过来帮我一下好吗？我们看一下哪个酒瓶在里面，对吧？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打开，一二。我觉得你还是拉小提琴比较好。星星，要不是你是我的队的，真的，我觉得你这表演真的太棒了。太棒了，你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魔术啊，太有悬念了。就这样就可以拿红包了吗？哎，你们觉得可以吗？太简单了，不棒吗？很棒的呀。我可以给你红包，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再编一个，告诉我瓶子去哪了。好了，这个别丢人了，好不好？我觉得星星最拿手的还是拉他的小提琴，对不对？好吧，这样的话呢，我现在找一下我的导师，魔术导师。魔术导师啊，对 ，Karen 请他过来好吗？好，来，有请正宗。哟，这看上去比较像魔术师，哎，我觉得长得好像刘谦啊。真的有点像。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段近景魔术的表演。近景魔术啊？对。哦，然后表演的跟刘谦很像哦。对，是和我们中国的元素是有一点关系的。哦，好吧。
就没有什么酒瓶和薯片啊？没有。这我会做，其他人不会。好的，那你好好表演哦。没问题。红包在这里哦。那今天的第一个魔术呢，是跟我们的手机有关，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嘛。那我手机里面呢有一个软件叫做手机银行，只不过这手机银行呢跟别的可能不太一样，这晃动下来之后呢，你看这个钱就会出现，好，再晃下之后呢，这个钱会消失掉。再做一次，好，又出现了，好。但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它的随时随地都可以提现，我就像这个样子，仔细看，3、2、1。这边是一个真的1块钱，谢谢。哎，等一下，直接来100块就可以。我知道你觉得这个钱太小了，如果像这样子，仔细看，要变欧元。慢慢的，这边是一个超大的1块钱。那我还是要那个1块钱。好，不过，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这样的1块钱也不能花，对不对？对。所以没错，今天重点是红包，我也有带红包给大家。你也带红包了？就在这里。好，红包，仔细看红包，3、2、1，变成超多的红包。啊，当然了，这个不能给大家，这个只能我自己留着，这是今天通告费。现在我们进入正题，我想问一下你，在我们中国红包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知道。那么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呢，通常，平时呢会喝咖啡，在你们国家，你们年轻人会喝什么呢？茶。喝茶？在你们国家会喝茶吗？还有水。哦，这样啊。啊，中国人喝茶，他们喝咖啡。对啊，我觉得你们喝咖啡可能会对一点，对。不过在我们国内的话，可能像我们老一辈的老师，比如说像钱老师这样的，啊，那是老前辈了。对。那孩子，你说吧。那像那个老前辈呢，他们可能就会喝茶喝多一点。好。所以今天呢，我要到的就是这个。好，首先呢，用的是一个杯子。杯子好，里面呢装的是水，要把它倒出来一点，放在这里。好，然后你可以喝喝看，确定是普通的水。好，可以给他们喝喝看。好喝，好喝。水，确定是普通的水。这个一看就是个托吧，水说好喝。好，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好，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好，我会加更多的水进去。好，差不太多。好，然后呢，我需要你配合我一下，Xīngxīng。好，伸个手出来。帮我拿好这个，拿好就行。好，会包仔吗？对，接下来呢，用的是一个茶包。茶包好，检查一下是不是普通的茶包。对吧？检查摸看。好，茶包好。我需要做什么呢？我需要像这样子把这个茶包打开。好，这个不需要。好，然后呢，把里面的茶叶好放到我的手心里面，像这样倒进去。好，差不多就可以。好，剩下用不到。接下来仔细看，茶叶、水，仔细看。颜色，看到了吗？等一下，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就没有什么想法。可不可以喝？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各位观众，把它倒出来。怎么吐到的？主持人喝喝看，确定是普通的茶。对，可以喝，试试看。你们谁想喝啊？想，大家都想喝吧，对不对？陈，我来鉴定一下，是茶叶，你喝喝看。茶叶。不是，我喝，他们觉得我是托，对吗？对吧？乌龙茶吧。乌龙茶，哦。好，谢谢大家，谢谢。啊，这个的确是茶，好，那最后一个魔术是跟我们过年有关。其实今天真的有带红包过来，好，是一个红的信封。好，在这个信封里面呢，好，有3张牌。好，大家都看得到吧？一张红心八，还有2张是 king。好，大家做什么呢？就张八的位置就可以。好，我会像这样子，好，把张八翻过来放在桌上。好，2张 k 呢放在这里。好，接下来呢，我会把张 k 翻过去。然后我要做很快的换牌的动作，像这样。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八在哪里？八呢？对，这个啊。这张对不对？对啊。好，很多人会猜在这里，但是我是魔术师，所以仔细看。是张 K， 对。
八在哪里？八呢？那又应该是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是魔术师的话，你看，这边也会是 K。哦。变三个 K 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到四张牌，因为我用到。所以这里呢有多一张牌，其实好解释给大家听怎么回事情。好，这也是一张八。好，但是我再做一次，如果把张八放进去，好，现在八是正面向上的，对不对？好，合起来之后呢，这样转个圈，张八就从正面变成反面，这都反过来了，对吧？都反过来了。好，但是当你看正面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每一张牌都是 King 的样子。嗯，所以这个时候我拿走一张 king， 拿走两张 king， 拿走第三张 king 的话，那么请问这张牌是什么？八八。有没有更有创意的答案？有没有更再有一点创意的答案？王。我们这是个反面。不不不，其实这样，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我们是新春啊。新春特辑，对不对？所以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哇，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好好，谢谢，谢谢。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意思吗？我都觉得很好。好，既然你已经有红包了，那么这个红包就给星星。谢谢。你不是准备红包了吗？好吧，好吧。来来，队长的吗？不应该，不应该。我们这个节目太棒了、啊、对，你讲的好不真诚啊、嗯、我们这个节目太棒了，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魔术啊，是吧、啊、从来没有看到过、啊、真的从来没看到过，你好魔术真的没看过什么魔术啊，真是的、啊、不是亚美尼亚不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个魔术更棒、哎、其实应该他在旁边拉小提琴，然后让他导师变魔术、哎、对，这个搭配没有搭配好、哎、呦，我给你看一下好的搭配好不好，来好了好了，我们请出我们俄罗斯的小美女，好不好、哎、有请亚娜、啊、掌声有请。现在我把你请出来了，对不对？随后我们又是中国的过年，你有什么礼物送给我们？过春节了、嗯、你们你好，我就带来了一个魔术人、嗯、哦，魔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段魔术表演，特别的魔术表演。嗯，那在我正式开始表演魔术之前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件事情。如果你看到一个魔术师像我一样双手空空登上舞台的话，那么你对这个魔术师就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一个，这个魔术师非常非常的高级。第二个，这个魔术师非常非常的穷。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的穷。谢谢。其实我还是带来一点东西的哈，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外国的朋友在这边，所以我带来的东西呢也是国外的东西。在我的口袋里边有两枚来自不同国家的硬币，这枚银色的叫做 half dollar， 它来自美国，这枚铜色的叫做 penny， 来自英国。这个魔术是怎么表演呢？很简单，我会将这两个硬币像这样子放在我的手里边，看清楚 half dollar penny penny half dollar， 然后我会将手握起来，接下来我要拿走其中的一枚。首先我会拿走的叫做Half dollar, half dollar, half dollar。我把 half dollar 放到我的口袋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魔术所有的秘密就在我右手的手指之间。我只需要像这样子打一下响指，时间就会倒转三十秒。你们还记得三十秒之前我的手里边是什么状态吗？没错，三十秒之前呢，我的手里边有两枚硬币，一枚叫做 half dollar， 一枚叫做 penny。这个魔术怎么表演呢？很简单，我会将这两枚硬币像这样子放在我的手里边，看清楚了 half dollar penny penny half dollar， 然后我将手握起来。接下来我要拿走其中的一枚，这次我拿走的叫做 penny。Penny, Penny， 我把 Penny 放到我的口袋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魔术所有的秘密就在我右手的手指之间。我只需要像这样子打一下响指，时间就会倒转三十秒。你们还记得三十秒之前我的手里边是什么状态吗？没错，我的手里边有两枚硬币，一枚叫做 Half Dollar， 一枚叫做 Penny。这魔术怎么表演呢？很简单，我会将这两个硬币呢像这样子放在我的手里边，看清楚了 ，Half Dollar Penny Penny Half Dollar， 然后我把手握起来，然后呢我拿走其中一枚，这次我手叫做 Half Dollar Half Dollar Half Dollar， 然后把 Half Dollar 放到我的口袋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魔术所有的秘密就在我右手的手指之间。我只需要像这样打一下响指，时间就会倒转三十秒。你们还记得三十秒之前我的手里面是什么状态吗？不记得的话没关系，我的手里面有两枚硬币，一枚叫做 half dollar， 一枚叫做 penny。谢谢。哎呀，好好好。你搞来搞去都是一样的东西啊！我知道了，我大家可能以为电视机坏掉了，坏掉了，好好对对对，还是你就背来背去就背了这两句话。啊、这个魔术我可以一直表演下去，直到你们给我拍手为止。啊啊、谢谢谢谢，看来交给这个人也不太靠谱。哎，你们商量一下，稍微有一个像样一点的魔术好不好？好，最后来一次，仔细看好了。好、哎、不多了，Penny Penny，好不多了，再在我手里边，Penny Penny Penny， 我把Penny放到我的口袋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魔术所有的秘密就在我右手手指之间，我只需要像这样打一下响指。
三十秒，打两下的话，时间倒转一分钟。如果多打几下的话，时间就多倒转几个三十秒，直到我刚刚上台的时候为止。刚刚上台的时候，你们还记得我手里面是什么吗？没错，我的手里边什么都没有。谢谢你们，谢谢。我给你个红包。结束，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其实我今天呢，还带来一个我的小伙伴，他叫做佳爱，佳爱有请佳爱上场。这小伙伴呢，他就叫做佳安，他带来了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呢叫做袋子，第二样东西呢叫做鸡蛋。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位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就请亚娜，谢谢。亚娜，请你帮我一个忙，检查一下袋子里面是不是空的。空的呀，空的，对，没错，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袋子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哈？看好一个空的袋子，看好，我这里有一只手指，我把一只手指放进去，拿出来变两只，两只手指放进去，拿出来变三只，三只手指放进去，拿出来还是一只，厉害吧，厉害吧？当然，这个魔术最精彩的地方并不止于此哈，最精彩的地方是，看好，这里有一枚鸡蛋，一枚新鲜的鸡蛋，我将这枚鸡蛋呢，将这样子放到袋子里边，然后。帮我感觉一下，鸡蛋在不在里面？摸一下。在呀、啊，在呀、啊。在，非常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数一、二、三，鸡蛋就消失不见了。看到没有？有没有鸡蛋？亚娜，检查一下有没有鸡蛋。伸手把它拉出来。没有。没有鸡蛋，对不对？没有。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肯定认为鸡蛋在佳安的胳膊底下，对不对？我们给你们展示一下，胳膊底下没有。没有。那边？那边吗？好 ，OK。那边也没有。没有。那边也没有。啊？啊，左手对不对？左手没有，左手没有。啊哈！打开，如果你们有认真观察的话，我没有，没有什么。如果你们有认真观察的话，你们就会发现那个鸡蛋就真的消失不见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把鸡蛋变不见很简单，接下来把鸡蛋变回来有点困难，因为我们要念咒语。这个咒语不是一系列的文字，而是一系列的声音。我念一遍，亚娜跟着我念一遍哈。这咒语来了，它叫做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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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非常好，念完咒语之后，你会发现空中多了一枚鸡蛋，然后我们只要伸手一抓，然后往空中一抛，嘘，用袋子啪嚓接住。各位观众，鸡蛋又回来了，谢谢，谢谢。有的观众拍手了，有的观众没有拍手，没有拍手的人肯定是说，毛毛你刚才变得太快了，你们再做一次，我再做一次，用三种不同的速度表演，好不好？来，首先将鸡蛋放进去，不重要的地方我们会快转过去，对不对 ？OK， 好，接下来重点的地方我们会用慢动作，看清楚，如果你们看不出来的话，就不要再怪我了，慢动作。鸡蛋不见了，没有了，没有鸡蛋，拉出来。OK， 非常好。接下来，到了你表演魔术的时候了，请你双手前平举，然后将袋子抓住。OK， 然后念咒语。宝宝宝宝宝宝。OK， 非常好。念完咒语之后呢，松开你的右手，然后伸手一抓，然后往空中一抛。然后把袋子里面的鸡蛋拿出来，各位观众，你们就知道要干什么事情了。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我们的亚娜，谢谢。最后一个魔术，而且我觉得它是史上最厉害的魔术，因为它是预言术。我们先把道具推上来，好不好 ？OK， 你已经看到了，道具已经端上来了哈。在这个桌子上面呢，有几个水果？四个水果，对不对？还有一个信封，这个信封里面呢是预言，是我的预言，这是个预言的魔术啊。这四个水果的话，它们分别是椰子、木瓜、凤梨还有柚子。好，接下来亚娜，我想请你过来一下哈，请你没有跟我串通过，你心里面自由意志，你随便在这四个水果里面选一个，先不要讲哈，心里面想一个，而你想的那个水果呢就被我放在这个预言的信封里面，我就写好了，我早就写好了，好不好？但是有两个规则，第一个规则就是你一定要随便想，不要受我的影响，好不好？好，你自己随便你的意志。第二个规则就是，如果你想到这个水果之后呢，你要在台上用一分钟的时间将这个水果吃掉，否则就不能下台。对，哦对了，我忘了还有一个水果，还有一个水果，对，一个番茄，所以我们有五个水果 ，OK， 啊，椰子、木瓜、凤梨。柚子和番茄 ，OK， 来选一下吧。如果你选中哪一个的话，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把它吃掉。不凶了。你选哪一个？柚子也不可能吃那个小番茄，没有悬念嘛。番茄，没错，各位观众，我的预言就是
钱，掌声鼓励。非常感谢我们亚娜。哦，对了，我这里也有个新年的礼物，这里有个红包，上面写着礼物，这里面呢装着两张电影票送给你，好不好？好，谢谢。自己看一下里面是不是两张电影票。哎呀，就这边一张啊。只有一张吗？哦，就一张。忘了跟大家说哈，另外一张在我这边，如果你要看电影的话找我，好不好？谢谢。就这样结束了。嗯。哇，好了吧？哎呀，已经表演三个了呀！阿姨妈妈太给力了，太给力了！哇，人家说，你刚才的表演好棒啊！谢谢。鸡蛋到底在哪儿啊？被我出了。现在我左手有一个红包，右手有两个红包，然后左手的红包呢交到了右手当中，然后这个当中有三个红包，这三个红包该给谁呢？给你吧，时间倒回三十秒，我的左手有一个红包，还剩两个红包，现在我手没有什么红包，没有什么红包，红包就交给你了，等一下，时间倒回三十秒，啊，对不对？我一定要喊的，好，那节目就要结束了，谢谢，谢谢你们，再见。全明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的。说，我觉得呢，漂亮小姑娘比较好骗，没想到我们的阿姨们也很好骗啊。看一下哦，为了讲这些台词，那么多台词，一连串的讲下来，我真的满头大汗，对不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要给红包。给红包。啊、对。你的队长如果把这个凤梨吃掉，一分钟之内我。对。可以有，可以有，这个可以有。臭蚊子，我告诉你啊，削皮多削一分钟，不要说是把它吃掉。把这个水果就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太棒了！然后跟这个算你们加分题，就给了他们。如果他们觉得要给你们红包，那就给；如果还是觉得不行，那我就不给了。哎，你们说呢？有水果吃，有水果吃。哎呀，哎呀，你看这个不对，这个红包不送吗？这个是。那我到底该不该给这个红包啊？给。还是不给？还是不给？他们说。还是不给啊？好了，给了，给了。魔术，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哎，对对对，夜壶蛋，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欢乐，我觉得就 OK 了。是是是，我们刚才欢乐的节目给过了，我们当然给一个洋气的节目了。好，好。接下来这位嘉宾来自于遥远的英国，莹莹有请。好，来一段非常亮丽的 hip hop dance。出糗了，现在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刚刚队长说，哎呀，这个跳的也就一般啊。对，但他跳的很有今年的主题啊，对对对，小鸡舞啊。哎，对呀，真的耶。今天的节目排的 对不对？你原来根本不会跳舞，对不对？对。为了我们的节目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我觉得跳成这样真的不容易，大家给点掌声鼓励。好感人，谢谢。从英国坐飞机过来。如果不加点泪水，我估计这一关过不了。阿姨妈妈，只要你一哭啊，我都认识的。对，如果是脱尾，一定过得老难过的。那么这个红包是不是要给呢？能拿吗？啊，快要给小姑娘尬哭，这就给了。这个我要凭良心说，这个表演对你来说太简单了。对呀、啊，太简单了。我们都看过你的很精彩的才艺，对吧？不要听东东瞎说，所以这个不算什么。陈姐姐，你怎么知道？其实舞不是关键的，这个只不过是让大家开心起来、嗨起来。其实我后面还有一个表演。今天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表演，我还要邀请我的一个搭档。搭档。So ladies and gentlemen。有点你刚刚说他那个搭档逃回去，你确定那个搭档比星星那个搭档要好啊？肯定啊！我希望你带一个好一点的。好好，来介绍一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欢迎泡泡哥 ，Mr. Bubble。Welcome， 泡泡哥耶！好，大家好，我叫张长银，来自湖北。湖北，一个来自于 England， 一个来自于湖北。对，你们两个这个怎么认识的呢？
这个要说起遥远的很多年以前，这一段异国恋情，哎，你不知道的不要瞎讲，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不方便说嘛。这是我最喜欢、最擅长的，我想给大家带来，让你们感受到到了小女孩的时候，然后很快乐，跟父母一起过年，所以我就特别邀请了泡泡哥。哦，那我们这期可是小女孩的快乐。哎，那我们稍等片刻，我们去换一套童装来。我们想着小女孩都下场了，拜拜。去是吧？对呀、啊，装进去。哎、这体型也行吗？先装你，再装我，实在不行两个一起装。哦，两个一起装进去，这把红包都归你。老师刚才的动作我记住，我觉得有一个动作特别帅啊。嗯。往上。你不要吸进去啊！不要吸进去。我就喜欢这个吸进去。收肚子，收肚子，收肚子啊！我刚才感觉有洗洁精喝多了啊！哇！这是我家，他们的泡泡。别动啊！别动，站着别动啊！好。哇！哇！泡泡看世界真的不太。
一样，对，有一股洗洁精的味道。随后玩完以后，衣服干净多了。对，不过真的很可爱，就很梦幻。不，我觉得那个白的泡泡特别像元宵，你发现吗？就一直大家一家人团团圆圆，在这个电视机前特别开心啊。对呀、啊，哎，我觉得真的就是身体健康，团团圆圆，大家都跟这个齐心奋力。泡泡很多，也意味着家里面多子多孙。对呀、啊，哎呀，一个一个像金元宝一样的散发着光彩，哎、也是财源广进。哎呀，太棒了！说的真好。发红包，发红包，这必须发红包。啊，这谁哪个组的？我们组的呀。感觉像一半。不过你拿到红包真的要谢谢莹莹啊！我觉得刚才她在你旁边的这个就是搭配啊，真的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做一遍好不好？来，起起。这个真的是不错，就是莹莹很努力啊，把她知道的所有的中文的吉祥话都用上了，一共三句，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好，所以给你，叽叽三个红包，好不好？大吉大利的，给你三个红包。为数给出最多的红包，太棒了！哇，莹莹给我长脸啊！对，三句吉祥话，一句算一个，好吧？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姐！对啊，刚才终于啊，扬眉吐气，他们那个队不用比了，已经输了，不用比了，不用比了。是、啊，确实很厉害啊！哎，让我们找到了一种梦幻的感觉，是，因为今天在座的都是姑娘啊，啊，不要拍评委的马屁好吗？但是、哎，姑娘们，你们这个，姑娘们，但是啊。这个下棋呢，不一定是招招都要对着上的。哎呦，接下来我要派出一名队员，田忌赛马是不是？对，我们队里面最不靠谱的冯杰森。还在倒时差的美国冯杰森，可是刚刚从拉斯维加斯拜师，学了一个独门绝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看看就知道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哎、姑娘们都喜欢长得好看的，马香喜欢腿长的、哎、所以这点杰森还是挺有优势的。但是你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的新学的一个超能，是特别厉害，超能力，只有对对对，超能力对不对？是的，是的，只有几个人类才有这个，就只有几个人类才会有这个，两个坐在拉斯维加斯，一个在这里的，哦，对，就一共只有三个人类分别这个，对，其中一个，超能力，对，我觉得他现在不是超能，他已经有点晕了，有点糊涂了，是，因为刚刚拉斯维加斯回来，他那个时差还没倒过来，对，虽然时差没有倒。过来人有点糊涂，但是在糊涂这个他发功发出来说不定还蛮厉害的嘞。好，第三人类啊，给我们表演我的第一个超能。哦，这不就是魔术吗？有一点类似，但是区别是我的不是魔术、嗯、我的是超能。好，行，你的超能我还李白呢。我的超能就是吧，你们肯定有看过。嗯， OK，三个杯子、哦、里面一个球，我让任何一个人嗯把这个球放在这个下面，嗯，你知道把他们互换，但平时很多人会看，因为他们很快，我不用看，我看这边，你可以给我任何一个障碍，我还是会猜得出来。 OK， 只要放在三个杯子里面，对，无论是哪一个、哦、你都知道它在哪里。我知道，那这个就不是魔术了，这是超能。对啊 ，OK， 这是睁眼说瞎话。要不先你来，你不服气你先来，你不是他们的人，对吧？我先来，你比较可信啊、嗯。好，那我来负责监督你，好你是不看对不对，先生？好，你们想给我什么障碍？我这样，我先来试一轮，好不好？啊、嗯，我先来试一轮。你先转过去、啊、你先转过去，我随便怎么摆你都能猜出是哪一个，对不对？或者你转到前面来。 okay, 来来，你转到他前面来。秦毅，你不要赖皮啊。啊，我不赖皮，我不说话好吧、嗯、我先来了。贼没有，哎，不要回头，你不要绕了自己也忘了。能不能得死干嘛去的，能弄弄清啥的。等一下，我在让杰森猜之前，我还有一个步骤。等一下，杰森你可以蹲下来一点吗？蹲下来一点，谢谢，蹲下来一点。干嘛？今天也碰巧了。哦，不是你啊、哦，你又让他不能听见说话，你又让他看。杰森，
Jason。真的真的，他还挺能演的。哎。哎，你可以站起来，坏人坏人，这是你看他还是听得到的，你扶他的肩膀，这样我确保他听不到前翼的这个小声音，对不对？眼镜不能回来啊，来我哎 ，Hello， 姐，要不这样，我们节目组没有眼罩，再给他加个眼罩，啊，真的有眼罩，好来，眼罩，好这样哈，给他加个眼罩，确保他看不见。好 ，OK。这样，啊，戴上眼罩，戴上耳罩，我再变一变。不是，人家还背着人，你还戴着眼罩。我确认这个美国人明年估计不会再来了。超能，我要看看你能不能。这接下来的动作惨不忍睹，我已经不要看了。好了吧。好了吧，好了。好 ，Jason 可以转身了。Jason，果然听不到。好，现在你解放了，到你来猜一下在哪儿的时候。猜的时候应该要把眼罩和这个还戴着的，我觉得。来来 ，Jason 来。你就让他，防止前一会告诉他来 ，Jason。你就让他摸是吧？对，这样把他嘴巴封起来。一个听不到，一个说不了。超能，我想一想。你自己还记得吗？记得。我想一想。我想一想。超能的 power 有点不够。这个超能。不会有人提示你了，不会有人提示你，不会有人提示你了，你再抄也没有用了，再抄也没有用了，再抄也没有用了。这个超能是从哪里来的？是耳朵堵住了就没有超能了。Jason， 你的超能用你的超能。OK。对啊，你们队再找一个人。好、啊。嗯，谁？小玉，好吧。我的超能就是破译所有超能。哦，好。嗯。我要确定他看不见，听不到啊。确定好啊。确定 OK， 我看着。然后我要用到你了，你知道吗？我会看着他，我看着他。你看的不是这里。我要看着前翼。你可以帮我看着这里，挡住，你知道吗？挡住这边的视线，知道了吧？啊 OK， 啊，这个人。啊，那你也过去。啊，我也过去了，要挡住他是吧？挡住他。哎呀，我们不要一二三两放，我们竖着放，对吧？竖着放，让他猜在第几个是吗？哎，是这下真的是算不到了啊！好，好了是吧？好了，好来，真的。哦，这个难度大，看看这下靠不靠谱了？靠谱不靠谱 ？Make your choice， Make your choice。靠谱不靠谱？哎，他在摸哪个能动？他在摸哪个能动？你看他在摸哪个能动？不能碰！真的有超能吗？让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如果打开来没有，你就没有超能，你是在骗人！你骗了全电视机前的观众！你飞机上到底有没有喝多？没有。你在飞机上到底有没有喝多？没有。起先还想当他托儿提醒。这样，叫阿姨来看，没事，你叫他转过去，你现在告诉我这个球，等一下不要拉，
不要拉眼罩，你告诉我这个球是在一号、二号还是三号？你用手来比划。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摸也不能摸，这太难了。这个是三号对吗？一号不是，这个是一号。对。二号。不。三号。一号、二号、二号三号，对。一号、二号。看看你的超能啊！三号。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超能二号。我们要难度升级，蛮厉害啊！对，一个球太简单了，我们要升级。升级啊！52张牌，看你怎么玩。Alright， 所以，我敢说，我把这些卡给任何一个人，他们把一张卡拿出来，可以给你们看，给大家看，给他们看，他们看，他们看，不给我看，把他们放回来。我等一下把他们拿出来，放开。我就可以一下子知道哪一张卡不在了。啊，就52张牌，随便哪张就。我知道意思，跟他解释一下，就是跟阿姨妈妈说一下啊，一共是52张牌是吧？啊，54张牌。54张。我们的4张牌，抽出一张，一看比，马上讲不听，少了一张。但是不是一张张数啊，就跟那瞄眼就晓得。就少哪个数字？对你已经拿掉了哪一张牌？那这张牌应该是在你们手里，或者是在他们手里，对吧 ？OK， 还可以交给我吗？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先洗一下牌吧。对，你来看一下这个牌，因为新的牌应该是都排列好的，不稀奇的。本来是那公交卡把金卡可以，是不是很专业？老早了七八十，专门帮你发牌了，晓得吧？哎，小弟过来发个牌，10块钱。没好，明姑娘都想当把侬来发吧，你能拉出泡泡袖那种感觉吧？我只能拉一下，好啊，然后把牌给阿姨，好吧，让阿姨抽掉一张。好。啊！我不看，我不看。钱毅，你不许看、啊。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来来，给镜头、啊。我把眼泪也挡住，好。你拿去给镜头看。哎呀，原来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我们拿掉的是这张。好，那剩下的牌。好，来。杰森，上班了。哎，他这副牌总共可以看。他正好在倒时差，刚刚小气了一会儿。好，来。加油啊，超能！红星 Ace。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拿出来看，你拿出来看一下。拿出来看一下，拿出来看一下。OK。呜！展示一下，对不对？来展示一下，这局到底是什么？来，你说的重新 S 对不对？呜！不对，超能，还少了2张。大怪小怪拿出来了，大怪小怪拿出来了，这2张也少了。哦、oh, ，对，我原来知道他们还在的。哎，我们这样，我们2副牌合在一起怎么样？2副牌他我估计没累的，你混在一起试试看。Jason， 2副牌可以吗？应该可以的。哦，2副牌都可以啊。其实我还没有睡到这么高级的，你知道吗？这么超能啊，骗人的。对，还是我才不相信你呢。可以吗？我试试看。我还是做一个吧。试试看，我们试试看吧。随便挑一个。给镜，
给镜头看一下。OK。还是藏在阿姨这里吗？可以。好，交给你了，阿姨。我看你就是老实人，绝对不会吹牛的。好啦。颠颠分量，直接可以说出来。超能，哎，我看你能忽悠到什么时候？现在没人帮得了你了。都不用看正面，你看都不要看，就看背面。我要看的，我要看前面会不会提醒他。我不说，我离开好不好？我离开。我感觉这轮特别难。所以我可能，你们是不是把两张卡拿走了？嗯，不知道啊。你刚才说什么？两张卡不在。你管他，你先把数字报出来再说。如果是两张的话，你报得出吗？对。报一张算一张，超过了我的超能。如果你这轮再说对了，我拜你为师。是。红杏石有吗？红杏石。明年告诉大家吧，谢谢。我估计他不行，找不出来就不要再。好，时间到，不能再看了。黑草四。时差脑子最清楚。好了，你以后就这样啊，陪时差别倒回来。你会这个本事以后到拉斯维加斯绝对可以一直。他不会被抓的。师傅，请受徒儿一拜。哎呀，这个太厉害了，交给我。Jason， 你转过去。我为你准备了三个红包。你感应一下，在哪个阿姨的手里能够感应到这个红包就归你了。哎，去吧。我先看是不是第一排、第二排或者第三排。对，第二排。No? Eeny, meeny, miny, moe. Catch a tiger. 你是在讲绕口令吗？美国的绕口令是不是？什么你知道吗？来来来，没有吗？没有，杰森。啊，杰森，他们还没有教我这个。对，看来是什么呢？所有的超能力在我们中国阿姨的面前，一切都没有用了。是在哪个阿姨的手里啊？自己说一下。哎，我就差一个，就差一个。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表现怎么样？阿姨来，掌声送给他。啊，我觉得阿姨多善良，说第二排猜对了，一共三排，他蒙住了第二排，所以已经在他的范围以外了。好，那你再好好学一下艺，明年你就什么都猜得准了，就是第一名了，世界第一，现在世界第三嘛，对不对？好，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哦 ，Jason 的超能表演确实精彩，立刻赢得了全场掌声。看来大家为了红包也是拼了呀！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演出，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妈，你要做啥嘛？打发我一口嘛。瑶瑶，妈飘飘了。我这个不得了，就各位一定要坐着，然后才可以观赏。洗脚啊？会腿软。是洗脚是吧？按摩脚？绝对不是按摩脚，就会腿软。你是直接把自己的头吞到自己的嘴里吗？那也没那么吓人，很实用的一个技能。超级厉害的，阿姨妈妈们待会儿一定要认真听讲，回家绝对致用。很实用的一个技能，回家可以治老公。对付男生的吗？男女通吃，男女通吃，老少皆宜。哎呀，你是妹妹的吧？阿姨们早就想焕发第二春了，哎，今天早就想来学一学这个本事了，对不对？好，多厉害，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准备好了吗？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物语》，我就是女神卢小玉。作为上海的特产嗲妹妹，今早呢，我要教教各位怎样发嗲。纵观历史，男人打下江山需要千军万马，但女人掌控天下，只要嗲上一嗲。怎样成为这样一个成功的嗲女人呢？小玉今天来支招喽。我们放眼嗲坛，无论是志玲姐姐、伊能静姐姐，还是蜜桃姐姐，这些嗲神们都拥有一个天籁般的娃娃音。可是女汉子们说我们没有，怎么办呢？你可以这样，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哆哆，就是这个音哦。有没有感觉嗲嗲的？什么？不会唱高音 C 啊？那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借助外力哦。可以头悬梁，锥刺骨，用针扎屁股啊！顶住，就是这个音啊！有没有感觉萌萌的？当然，我们还要配合上表情的攻击，你要瞪大眼睛，愣愣地看着攻击目标，只要无辜地说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记住，拖长尾音说一句好不好吗？你舍得拒绝我吗？当然我们还可以有附加攻击哦，你可以拉着衣角，拽着手摇，欧巴，我要吃炸鸡嘛！更有甚者，可以挂在脖子上荡秋千，这样就算不为你的发嗲所折服，也会为你的体重所折腰啦。当然，发嗲让女生更可爱，也让我们的工作更简单哦。如果你是空姐，你可以这样。各位亲爱的乘客，飞机即将起飞了，请收起小桌板，关闭手机电源。如果无聊的话，可以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哦。但如果你是女警察，你也可以这样，站住，不许动，再动，人家就瞄不准了。好了，发嗲技术哪家强？当然要收看我的发嗲课堂了，记得关注哟，么么哒，喵！阿姨们能学会了吧？在暗恋阿姨后也当来试试看吧，我要邀请一个阿姨来试试看好了。啊，那个阿姨过来试试看。哪个阿姨比较嗲？最嗲的是这个的呀！来来来，有请阿姨。那么我就要有请我的队长哥哥了。阿姨，队长哥哥，你过来。这样子，阿姨，我说一句普通话，侬那一飞一人上海话，
来发这点好啦。讨厌，擦气，擦气。哎呦，怎么我感觉我有点沉啊，是吧？就让我觉得不要嘛，拿去吧，没有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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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用了，这也觉得我偷偷的帮你说啊。阿姨，你要看着我说啊，确定吗？要愣愣的看着攻击目标，眼睛不瞪不瞪，看牢自己。妈，你要做啥嘛？打打我也好吧。听到吗？帮我打打我也好吧。我客气，我很耽误了。不是要打碎了啊，这句话也很屌啊。你想这句话绝对实用啦，回家不想做家务，姑姑帮我打打鱼好不啦。哪里想鱼我包的啦。帮我做做底杯好不啦。我帮你做要做底杯。哎呦，可以可以可以，领个领个，小阿姨小阿姨小阿姨。哎呦，跟我说是不是哦，阿姨报告报告。哎呦，等一下。哎呦，当心当心当心。这个仙女吃了。哎呦，阿姨老好，哎，昨天那舞，阿姨想一下那个，想一下那个，一个毛病了，这手不动了。哎呀，我下来脚有点软了，啊，我要下来脚也有点软了。对，但是阿姨，我提醒侬啊，阿姨，刚刚一搞侬，侬回了吧？稍些回去。回去用的辰光当心点啊，半夜里讲对吧？那老头子本来血压不高啊，刚好血压打个喷嚏上去了，要当心啊。知道小玉，你平时说话的声音，好好说话会吗？我真的就是这样说话，天生的，我妈生的。哦。嗯。所以我刚刚在化妆间，我也问他，你跟男朋友吵架也是这样的？他说现在基本上是没有架吵的，吵不起来的。我说了一下，那个男人就脚已经软了。哎，我觉得过年就用小玉这方法特别好，因为她说的就要红包嘛，向长辈要红包，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啊。哎呀，嗯，丫丫，我飘飘嘞，好飘嘛嘞，老家乐，老家乐，老家乐，恭喜节目动了。晨晨姐姐，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好不啦？嗯啊。你要是能让晨晨把红包给你，我觉得我们这关肯定过。但是我是觉得这一招我们都致用，对吧？虽然男人是觉得吃这套，但是我们女人是受用的，对吧？所以我也应该拿红包，对不对？是不咯？嗯。等等。这支鞭子好不好啊？不好。不好用，不好用，哎，哥，红包给不出来，给不出来。你太女汉子了。你倒是应该往小玉这边借一点。没有，我应该这样，东东，今天这场节目你来。哦。这种比较管用，对吧？我们习惯了。我真的第一次看你发嗲，真的感觉不太一样了。对，就我们如果哪天看到他发嗲，我那索尼亚丽也吃过。每个女人发嗲的方式不一样。我特别想知道，比如说亚娜，还有罗依宁，还有我们的星星，就是用你们自己国家的女孩发嗲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星星已经好久没发嗲了。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给我们展示一下。来，男朋友。哎呦呦！你先过来一点，你不能做男生嘛？他要看着我说 ，OK， 来。I look, that bag is really nice. 真的是 really nice 吗？ Yeah, it's really nice. Oh, 那个。Do you think you can buy it for me? Buy it? Yeah, buy it. 我们要不然等那个 wait sale 的时候。really nice. 这个是新款 new. 哎呀妈呀！我们隔壁有个小笼包，我们先去看一下。小笼包味道挺好的，上海男人腔调出来了，上海人。真是。So nice 啊！你这个包钱掏出去了，我就不 nice 了。It's not for me, for me. For me. For you. Please. 好，那就 OK 吧 ，OK 吧，来吧。对呀，一言不合，莹莹说，我就从这个楼跳到这个楼去了。好，那拜拜，拜拜。对啊，哎，我发现英国女生是笑里藏刀，对，然后她是 It's really nice. It's really nice.他有一点权利，有一点权利。后面的半句话就是你再不买，我就踹死你。OK， 好，谢谢三位，谢谢。所以知道
到女生的需求，这是男生毕生要研究的课题。对啊，不过这个小玉也很可爱啊。这个虽然说她的娃娃音实在是让我们听懂了有点吃不下，但是她给我们对带来很多的快乐。刚才的表演也很精彩，对不对？是是是，好，欢迎你。上完八点啊学堂，大家有没有看过哪个人演我几戏呢？你要欢愉吗？丢当老婆，哪个人婆？你脑子有毛病啊？有吗？欢愉的人来了，你来欢愉啊？哎，打！丁蟹王，你都在嘞！广告之后，百年一见的演出即将上演。新西亚党米多泽勒新西亚王嘎地将勒通通这是也归勒哎呦啊农好马翁是吧哎我在刚上海我啊刚上海我刚回来了赶过来哎呀还可以这个弄这个五彩的五星系吧哪卖星系啊星系啊老星系哎呦个王者啊啊上当了这王级的先这个王捏块捏块捏块那么这个要么王蹭掉吧蹭掉蹭紧可以哎呦这个什么了党哦党哎呦弄这个党毒呀像母线一样啊哎呦这个几点啊是你快我更好像这个王嘛党毒嘛来我好调这个党吧可以啊可以哎呀没好哎呦隔我还去咋点应啊好下到啊好这位这个党啊懂定呢当头的那当头的嘛王屌呀啊王屌呀王啊懂的对不啦当是王屌我问侬就是王屌当啊要干钞票吧啊侬不是干一样吗不要干了不要干对不啦对哪个你搞不清楚另外清楚你倒是没谁了那懂的呢因为钞票这呀可以老几点我们讲王屌个党我们侬要干钞票吧侬讲三十廿块搿是廿块对伐这个是廿块对伐搿么我搿个王屌侬个党还要干钞票伐不要干不要搿么对了呀该啥地方有钞票了对吧我中了我中了你们麻烦搞是搞来真的啊搞清你谁清晰要王你干嘞啊老婆来啦生意做好了有一条卖掉了这么好那钱呢买了多少钱看看好像你会钱没了好像没有没付钱好像没有这个你笨死了人呢人在哪儿在那边那一位是吧那我看就不是好样先生先生你好像钱没付了吧我钱怎么没付啊鱼买了没我买了呀钱没付我不是我付什么钱了我这个带鱼是黄鱼换的黄鱼换的对不啦这个带鱼是20块对吧对黄鱼也是20块对吧我拿黄鱼换你的带鱼我写着你也亏我要贴钞票吧对对不好意思对吧那个国旗是哪个你说啥也怎么的不好意思没有笨死了他这个王的钱没付过黄鱼的钱没付对我怎么搞清楚先生有意见对吧黄鱼的钱没付我就等了个他等侬搞清楚王的钞票没付对吧王都快买了吧我没买呀我没买王我不能啥的钞票呢对不好意思搞清
去你这是慢点了吧？哎，没事。连我后悔吃了吧？啊！我他脑子弄进去，这是王脑子。下次再来，下次再来。哎呀，你真笨死了！老婆，他两条鱼的钱都没付过。两条鱼都没付？对呀。哎呀！你怎么不说早说呢？这生意怎么做的？他换了，然后换了。你看看啊，马上过年了，很多骗子都会过来的。嗯。这样吧，下次有人过来换鱼，你叫我过来就行了，打他，打完了他就送他去那个派出所。换鱼的人来，就叫你过来，我们一起打他。对了，哎呀，你这个港督啊，哎呀，港督，记住吧？记住了，哎，记住了。心事一荡，迷到这里，有个真的。哟，哎，忙是吧？哎呦，啊，外国人忙啊，外国人到中国来忙一个，啊，上了，王啊，嗯，嘎多啊王啊，嗯，对了，啥干的啊？年会，要不举嘛？嗯，干啥啊？当。嘎多大啊！嗯，没吃过激素吧？还是年会？啊，是年会啊！一样干的，好像王比当巨哎，要么那么那条王啊？嗯，年会啊？年会哦，那那条王啊？俺估计俺王把年会亏本哎，好像俺老婆喜欢吃当的呢。哎，兄弟啊，搿当还是年会啊？嗯，搿王还是年会啊？嗯。那么我那个王调个当来是吧？啊？你再说一遍。我那王调个当。你要换鱼吗？调当。老婆，换鱼的人来了。你来换鱼啊？哎。打。打你是不是要换大鱼？换鱼了！又打我！为什么打我？钱没付了吧？我钱付了。不对，钱付了吗？我付钱了。钱付了没？钱付了没？哦，快看一下。付出了吗？先生。先生。那边。我帮他干。我要不倒完他了。哎，先生，你看看啊，这个鱼啊，你刚买的对吧？嗯，老新鲜哦。嗯，新鲜啊，这个你也拿着吧。好吃。这个也不错。啊，干不干爽？这些。我也头都晕了。这些都不错，都吃一点啊。都是你的，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啊。这个台子啊，你帮我看一下。哦。我去看看钱，马上回来。太大包了。马上回来。哦。回来我们慢慢聊，马上回来。慢慢聊，马上回来。走啊！谁帮我了？新西尔党，你快要年轻。新西尔王，你到这里。哇！好精彩！王丢党，顶个哪个人一了没领啊嘛？但是精彩节目还没结束哦。最后大对决，广告之后热烈开战。你们每个队的这个选手表现都好好啊，啊，真的不错啊。对，那我手上还有这些红包没有发出去呢，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呀，啊，抢呀。对，这是个好主意，预备。啊，不行，这样我会被说，不行，对，抢不过你们啊！我们是来一个泡泡足球，天降大运。好，嗯，游戏天降大运，撞出大好年。两队队长分别指派队员钻到超大的泡泡球中，在限时30秒内争抢地上的金蛋。前一队派出伏兵马尼，而东东队竟然派出的是罗莹莹。光看这个头，这比赛还用得着比吗？
好，三十秒钟，预备，开始。真是跌破眼镜啊，马尼卡在气球中竟然输掉了第一场比赛，前一队现在只能派出最强的冯杰森来对抗东东队最嗲的卢小玉，又是一场不平衡的对决，那结局会否会再次出乎意料呢？预备计时30秒开始，加油。再不加油，战局又要被翻盘了，前一队面临淘汰危机，最后会有奇迹出现吗？啊 ，OK。我的两个心脏。看呀！哇，哎，我觉得小玉好厉害啊！就摔跤之后，她还特别的勇猛啊！哇，真的，这女孩虽然看讲话很嗲，但其实很坚强。小玉，你骄傲，你骄傲。我来宣布一下战绩哈，我们这边东东队，哇，又一位美女获得了2枚金蛋。已经远远超出了时间，最后才拿到了，所以也不能算你成绩了。不过你的表现真的很棒。